捕捉到一只小猫兔，是不？虽然咱的腿不咋好使，但是咱已经变成兔子了，这出来也是真开心呢，是不？真开心，这真开心呢，玩不动了，哎呀，这道还是不利索，软弱，太软弱了。小腿没劲儿，但是不耽误玩儿，是不？不耽误咱玩儿，多好！嘿，妈呀，这速度！哎呀，已经玩嗨了，是不？玩嗨了，我一来你就开心，是不？来来来，好了，展示一下你的技术，是不？让粉丝看看，那瞅瞅，你瞅俺这技术多厉害，是不？感谢 AU 与偶像主人。是吧，我好啊，你说给咱制造这环境，完还有粉丝给你买罐罐，是不才能让你这么幸福，是不比猫星好，这你没去猫星还是人间值得你留恋，是不主要是好人太多了，人间是温暖的，是不这好，嘿嘿嘿，录你都录不够，瞅你就开心，瞅你就幸福，瞅你就快乐，好嘞，圆圆，哎，来来来，来，现在给你馋的啊，就吃好的，吃罐罐，吃冻干，不吃凉，是吧？我又给你买一个小褥子，加这个小粉窝，是吧？你看看，这哎呦呦，像主人，对你多好啊！这屋腾出来让你玩，是不？还特意给安个监控。我搁楼上，我一瞅啊，没有猫粮了，赶紧下来喂猫粮，是不？这才好呢。来，嘿，嘿，那小玩具也不知道整哪儿去了，是不？这外面大雪纷飞的，可冷了。这你这因祸得福啊，你这是啊，是不是？你这在这屋多暖和啊！你这屋好赖都湿了多度呢，12-13度，你再吹会暖风，15-16度，是不？够用了，是不？那小院我生着炉子，这炕上暖和，是不？地下都不暖和。你往这小窝一趴，多享福啊！搁这块儿的是不？因祸得福你，嘿嘿。哎，玩会儿吧，我陪你玩会儿。完，我上楼吃饭，还没吃饭，是不？看见没凉了，我就赶紧下来了，是不？哎、真好，你这馋呢，可馋可馋的了，我可馋了，嘿嘿，哎。这腿儿还是不行，不立正，走道还是东倒西弯的，好像是缺钙。不行，给你补补钙吧，买点钙片吃。瞅瞅，哎，你瞅瞅走这两步道走的，好赖比在笼子里强啊，是不？这你这活动空间大，这腿儿也能好一些，对你这个腿儿这恢复啊也有帮助，是不？多跑跑，硬是硬是就好了。咱还是小孩呢，是不？小猫呢，是不？这有点软，是不？咱猫瘟能活过来都挺厉害了，慢慢就好了。瞅瞅玩多开心，哎呀，真好，好啊，孩子玩的老开心了。啊，明儿再给你买个逗猫棒吧，是不？你看你这喜欢的，再给你整个逗猫棒过来啊、哦。没有玩具，郁闷是不？看看明天天好不？天好了，领你上楼晒会儿太阳。哎呦呦，哎呦，好孩子。